这个两边都代表妈妈，懂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的嘴唇啊，是代表你的母亲，还有你的啊老婆。如果你在结婚，那男女人呢，还代表啊老公和妈妈。老公哦，你不要说啊，这个代表父亲，这个、代表老公，不是，懂吗？啊，那么父亲，如果我们的眼睛，每个人的眼睛都一定是大小的，啊，如果遇到眼睛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呢，短命，命就短了，先先嘛，那就是短了，啊啊，所以这很重要的，一个人改变他自己的方式，改变他命运的方式，好像兄弟姐妹啊，会不会合就看鼻子。看鼻子，懂吗？如果 有一些人鼻子有没有看过是这样的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头低他低还是看到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如果他平向啊，就这样子一看，哎，还是看到他的鼻洞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兄弟姐妹呢是不会，他们的嘴是没个把门的啊，不是，你就是你们讲的就是不会收秘密的啊，还是没个把门的好听，对啊，就是会哎，你哎大哥，你不要跟他们讲哦，哦老二知道啊，老大知道，全家人知道，哎，这是这个鼻高就很容易泄露秘密的，你知道吗？那种低的呢，直接往下垂的呢，那些兄弟姐妹是怎么样的？不跟你讲的。啊，他做马票也是点点的，不跟你讲的啊，那些啊，这些都不重要，这些不重要啊。但是人啊，男孩子啊，最重要就是要有肉。我们这个鼻端这边这个地方啊，要有肉啊，要有肉啊。没有肉的话，就比较麻烦一点点的 啊，就存不了什么钱。那有些很大，直接跟他大鼻干，很大，像苹果一样大大的那种啊，那种是脾气很大，但很容易忘。啊，你得罪他一下，就对一下子，好，不太急了，耍了，啊，那种，啊，所以通常呢，大鼻子的人呢，声音绝对不可能是那种，喂，找谁？不可能的啦，啊，那不成比例的，那是配音的，啊，那是配音的，啊，所以这些啊，那么眉毛不能伤。啊，眉毛不要受伤啊！眉毛受伤的话呢，他的一生当中的婚姻啊，就有一些波折。那么女孩子的眉毛伤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嫁给一些结过婚然后离婚的，那就没事了。啊，那么能不能修眉？可以，但女孩子的眉毛一定要有尾巴，没尾巴就要画，就要画啊，要画，一定要有尾啊。所以男人要有头。男人的眉毛要有头，开始黑黑，这头，啊，女孩子的呢一定要有尾，所以有头有尾，啊，所以你以后呢，你的女儿、儿子，对不对？儿子怎么找老公？怎么找？儿子怎么找老公？儿子怎么找老婆？啊，乱了啊，乱了，有点乱，啊。你的儿子呢？啊，这边你跟他留下来啊，这边那个眉毛的头嘛，跟他留下来，其他的不要啊，去找一个这边前面不要，后面留一点的那种。其实命理学是说什么？这五项学是什么？五项学就是告诉你们，有头有尾才是真的夫妻，夫妻嘛就要有头有尾，是拿这个来做比喻，懂吗？啊，老公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，这才是男子汉，是吧？女孩子呢，要把老公所说的呢做得到，那么老公当然要不学，有头有尾。所以以前我父亲也是跟人家看命啊，他比较喜欢搞地理啊，因为他搞建筑的，他跟我说过，就是老婆啊一定要死了才算老婆啊，如果他没有死，明天就离婚了。还算老婆啊？那么衣服呢一定要破了才算衣服啊，这是他告诉我的。那破了没有人偷了吗？你放在外面，你看漂亮的 LV 的全部的，然后啊一件破的，他全部拿那件收，那件留着给你，因为那件破了，小偷也有 standard 的 啊
那么如果你出国，衣服挂在外面，出国回来之后呢，啊，全部都不见了，但是有很多件破的，对不对？那就证明那个小偷是晚上偷东西的，不是早上，因为他没有看嘛，晚上他看不到破嘛，对不对？衣服就是 不是代表老婆是衣服，不是啊，就是破了才算是我们的，这是我父亲教的。我父亲也有一招很厉害的啊，如果说兄弟姐妹要跟我借钱，他知道以后我会有一点点钱，他说我没有弟妹，我都是哥哥姐姐啊，我是最小的，十多个我是最小的，十多个兄弟姐妹 哦我是最小的。如果要跟你借钱的话呢，你一定要先问他们用来做什么，这个钱用来做什么，他是这样教我的，传授我的啊啊。如果他说哦是用来做装修的啊，装修什么 aircon 啊，那你叫 aircon 的人来跟我收，做好了我帮你给，要不然呢，他说你钱给了 aircon 都没有啊，风扇也没有啊啊，这我父亲教我的啊，你们也可以学啊，以后啊。那么朋友呢，他说对朋友就朋友来跟你借钱啊，哎呀你早不说，哎呀我昨天呢就拿这个钱给我的妈妈啊，或者给我的姐姐，或者是哎呀你早不说，我帮你了，我帮你问一下啊，帮你问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那个钱拿回。如果这个朋友有良心呢，就哎不用不用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。如果没良心的话呢，就 OK 咯，我明天等你的消息。另外呢还有带表啊，带金啊啊啊，兄弟姐妹啊有事情的话啊，拿去当了当票给我，明白吗？这也是一个方法啊，就是告诉他哇我们是真的付出，不过当了之后啊，你赎回来了啊，你不要马上再带嘞，他今天当明天拿给你，后天你赎回来，哇他看了哎呦五味卖酒，懂吗？啊要会啊。好，那么大门是很重要的啊，是我们的嘴 OK。 那么大门既然啊是那么重要，影响什么呢？口舌是非健康，这大门。那么进去的时候呢，门如果对着窗口，好像这样子，现在我看你们家全部都是这样吧，大多都这样了啊，直接冲，那怎么办？有些人说要用 divider 是可以的，用这个 divider 挡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。但是跟大家说句真话，如果是私人住宅，他们是不是一楼没有楼上的啊，不是，就是楼下就大门的，对不对？一打开门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就不好，一打开门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直接顺过去的，那就不好。这种呢其实大家只要用 curtain 就是窗帘把它盖住就可以啦，不用做 divider， 明白吗？你不要再做 divider， 很小了你看啊。那么这个冲的那个字啊，冲的那个字，那个玻璃你也可以粘那个玻璃纸啊，蒙的，或者呢啊窗帘是收的时候是来这个冲这个地方的，那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做那个 divider 的，做了很小，整间家很小啊，小就不大方了。也有人说那个这个地方是财位，这样就没有财位了，懂吗？因为是玻璃就没有财位了，财位就一定要找什么？找这个大门的生气位。这大门朝哪里？对吧？朝东。那生气位在南哦。那么他家的南在哪里？你找到了之后呢，放一些吉祥物在那边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啊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啊！所以大门向哪里，它的生气位就是财位。大门向哪里？他的天一位是财位，所以你们是不是不知道你们的财位在哪里？所以你只要告诉我们你的大门向哪里，我们就可以告诉你的财位在哪里啊，不用钱的，不用钱的，但你要自己去找，好像比如说在东北你要自己去找啊，明白吧？所以大门直冲啊，有很多讲究的，有非常多的讲究，但是简单的就是用那个窗帘把它盖在
被冲的那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啊，你看，啊，所以稍微有时候呢，很多人都会认为说风水啊，哎呀，很 obit 啊，啊，是吧？而且看到我的样子，你的设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啊，啊，你看设计的多美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？他的家缺木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全部一看下来啊，有木了吗？我还种草啊。啊，其实那个是冲啊，那个是冲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哎，为什么没有磨圆啊？你看那个地方有没有看到？啊，看到是不是、啊、没有磨圆尖？嗯，所以木尖是代表什么呢？火，木生火，所以他这间家喜木喜火，喜木喜火就不用磨圆，磨圆是金。啊，它忌金嘛，忌金，明白吗？所以有时候火呢也是有好处的，还有灯，这些灯有些啦，有些需要注意的，有些不需要啊。这些灯长形的，这个灯圆形的，啊，这个地方肯定属金，这个地方肯定属木，明白吗？所以要放灯的话，如果有人要放灯要买灯，我们就会建议他买怎么样的一种灯。那你们没有说呢，我们就不会去建议啊。这个灯要看你们的建议。还有一种灯是长长的，是吧？很长的啊，哇，那个要5000多啊！啊，你看这样，嘣一下，5000多啊！你拿自己叫你的老公每天拿倒出来这样，那省5000多了。哇，那个很贵呀、啊！啊，那个可以吗？那可以啊，那个、叫招丁。啊，生女的10个都是女的啊，那你买那个是可以招丁的啊。但是如果你刚结婚，哇，很好，买一个招丁，生男的，第二胎男的，第三胎男的，第四胎男的，衰啊，隆重，那怎么办？拿去丢去楼下？不用，绑一个。如果说你们的家里一直生女的，想生男的哈，是不是 啊那就要绑那个红色的线。那个 ribbon 红不是线，那个不是线，那不可以线，那个就是绑生日礼那个生日蛋糕的那种啊，彩带啊，彩带啊，摆一个彩带啊，那全部的有灯的地方都绑，上面的灯不用，是从地上上的灯，从天上下来的灯那叫天灯啊，也叫父灯，天为父，从地上上来的那叫地灯，也叫母灯，知道吗？啊，地的灯多的话呢，是老婆的健康不好，我们地的灯要多一点。啊，那么天上的灯就是这样子的，不算哦，不算哦，一定要掉下来的哦，懂吗？啊，所以为什么客厅一定要有吊灯？为什么？这是客厅代表老公，客厅，知道吗？啊，厨房如果老婆一直生病，你就放那个转运灯放在桌上就可以，不用放地上了，放桌上就代表老婆健康啊。你看多漂亮的一个屋子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画出来的啊，这是 contractor 跟你要画出来，画了之后就证明他明白了啊，这不是做好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眼睛一瞪就知道了。啊，你看啊，这个他的沙发是不是靠着墙，靠着长墙啊？那么这间家好不好呢？还不是很完美，还不是很完美，因为他的靠山旁边有门嘛。他的沙发的后面呢、啊，旁边有门，沙发的旁边尽量不要有门，尽量啊。但是两个门，那个电视机那个位置是两个门哦。比这个一个门好，那我们当然是选一个门的啊。沙发一旦有靠，你的老公啊做事就不会那么辛劳啊，就你的儿子啊儿女啊将来啊学习就比较快，也有比较多的贵人来帮你，明白吗？这靠山很重要的啊。那么为什么要放一个 carpet 呢？为什么呢？放了 carpet 你还踩得到地吗？踩不到了啊，就是这个方位不适合你老公，
但是老公一定要坐这个靠山的位置嘛，但又不适合你啊。比如说老公是西命，对不对？一要朝西，但是这个 DV 是朝东的啊，向东的，所以看到 老公的绝命位了啊，绝命位，那五鬼位都是不好的位置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就叫他放一个卡背，不要踩到他不好的位置。所以你是西命，对不对？你住在东宅怎么办？穿棉鞋，不要踩到地，脚不要动到地啊，或者呢啊，尽量的不要踩到地。你不穿棉鞋不用紧，你光着鞋，但是你尽量不要动到地，尽量你要想办法。大口袋，那怎么可能？是吧？啊，那用手翻过来，用手走，啊，那就可以了，明白吧？啊，这个要记啊，啊，要记得啊。那么这种呢，我们说，哎，这是金，属金的物质啊，为什么白嘛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呢，哎，又亮，但是这个是属土的，黄灯，黄灯比较多，所以这些就是条。那么你看那 DV 的后面呢，啊，是属土的吧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比较深色啊？啊，比较深色啊，因为它的这个深色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墙就是一个电梯。知道吗？嘿，所以这样深色就可以了，很漂亮的啊。嗯，那么另外我们看一下屋子啊，啊，一定要这样子看，你就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客厅尽量选择四方或者有一点长方的，客厅不要不均匀，就是怪怪的，不懂什么 shape 啊，那就不好了。客厅如果越怪，老公事业越不顺，健康越不好啊。而且客厅形状怪，代表说他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病，老公就会有什么病，明白吗？只有四四方方的才会是最好的啊，四四方方的位置是最好的，或者是这种长形的也行，长形的也行啊。所以门对冲是吧，大门啊对冲的话是应该怎么去解决呢？啊，就把那个客灯盖住就行了，刚才教过了。嗯，这种呢啊，我们这样看而已，就哇很舒服，心就很舒服，很凉爽啊。那么大家要注意看它的地啊，它的地，记住，如果你的屋子是长形的，你的地形啊，你的地的那个砖啊也要长的，懂吗？不要打横的，这样才会事事顺利啊。就算没有工作了，很快就找到工作。所以有些人呢失业，好像很多微信都告诉我说他失业四个月、六个月、八个月、十个月，问我该怎么办。有时候是看你的地线的那个风水，地的风水。另外你们的大门记住打开回家，等一下你们都要回家，是不是啊？回家的时候呢，打开大门第一件事看地上，看你们的大门的第一块砖有没有一条线。地砖有一些，就门那么大，对不对？它的这边一块砖，这边一块砖，那中间不是一条线呢，那就是空网线，不好。叫做装修商，叫装修呢，的这个师傅啊，一定要门，这是我们的门，门多大啊没有关系，中间不可以有线，一定要有一片美美的砖，一定要有一个漂漂亮亮的砖啊，旁边切没有关系，中间一定要漂亮的砖啊，那是圆满砖，打死啊都是很轻的啊。那么砖的底下可以放一些地和钱，可以放圆挂啊，可以撒五色米辟邪啊，可以撒这些东西可以辟邪。好像上一次你们拿了那个五色米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他们发微信给我说他们没有拿到，想要回来拿啊，可以吗？那只要有我们都给啊，只要有我们给到没有为止咯。哦啊，所以可以的。如果从台湾啊、香港啊什么地方来新加坡的话呢，好，来大巴窑这里看有没有，有我就赶快拿啊，可以的。有时候那一包就是在等你的啦，可以来拿的。好，你看多舒服的一个屋子。所以屋子我们每次啊都会这样子来看，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全部。
我们为什么要你的屋图？把屋图画好了之后呢，啊 3D Home Architect 你们可以买这个 software 来弄，对，也有这样的。你把那些图给画好了之后呢，你往上一标一 enter 就这样了，我们就能看得到哦，它的屋子是怎样的怎样的，距离多远，一定要这样看的。所以在你的家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，因为我们在客厅，眼睛又不在客厅，又不在厨房，这样呢我们就全部都能看到了啊。比如说你看这个沙发啊，沙发的位置这边就是长墙，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的，这个看到吗？刚才我说的那个天钉有没有我突然有不啊，这个是天钉的啊。那么添了钉之后呢，啊就赶快跟他弄断拿丢掉啊，然后要女儿了啊。嗯，好，来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的洗碗的，看到吗？啊，洗碗的，照理说呢，这里呢就应该就是他的煮饭的，是不是啊？应该是煮饭的。然后煮饭的前面呢，这里是什么？水盆，那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啊，水盆不要往它前面对，那就行了。好，你这样是不是看得一清二楚？对不对？他吃饭的地方就是一个脚头，在这边吃饭是一个脚头，这脚头你慢慢感觉很有安全感，在这边吃。那么如果他移过来在这边吃呢，在中间这个地方吃呢，就很空荡，六神无主。知不知道？所以风水啊，真的很讲究的，很多东西要学。师傅，刚才那个图画，你说那个什么灶跟大门不可以相？对，啊，就是你在炒菜的时候，你可以回去看看那个图吗？回去。啊，你说那个灶如果可以放在就是另外一边对面，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放在对面不是跟那个门对了咯？哦。啊。比如说他的意思是，比如说这个是灶，好，这是洗衣机啊，哈，这是洗衣机。比如说这个是灶，这是灶，好，那么这是门，门是不是这样走进来？对不对啊？那么灶是不是这样？炒菜，在这边炒菜，那就不可以了。它对着的路是一样的路。放杠板炒菜啊啊，初一十五。杠板你要注意，有一些是铁丝的，有一些是可以拿下来的，有两种。有一些杠板是旁边两只铁一定要钻的啊，我知道它旁边两只铁是一定要钻下去的，然后那杠板呢是这样推进去的，然后可以拿下来洗又回去的啊，要注意啊。所以如果是一只可以动来动去的，或者你们要装，最好是选择初一十五。初一十五是百无禁忌的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来，那么这个是关键的，大家很喜欢的地方啊，主人房啊。好，主人房，从这里大家应该是不难看到它的大门在哪里，是吧？好，从这里，这个它的门。啊，这是他门，看到吗？他照在这里，啊，有可能有点小啊，照在这边，照是对这边的，对不对？那就没问题了。看到哈，门进来，啊，他从这边呢、啊、进来，让人家的感觉就好像是绿油油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像不像绿油油的感觉？那么底下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木做的，它的地上是木做的，因为它这个 position 是 wood。属木的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的设计，木与木相刑，木与木相望啊，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么地上的木叫死木，地上的木不会再长花草树木了嘛？啊，这个门也是木做的，也是死木，知道吗？那么这个就叫活木，死为阴，活为阳，阴阳就要调和，啊，这个气就很好。好，进来这里吃饭，啊，吃饭的位置是最重要的。一间家如果没有吃饭的位置的话，那就白干了，啊，很可惜的，很可惜的，
啊，那么这个墙比较长还是这个墙比较长？那当然是这个墙，我们就讲靠最长的那个墙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这里你注意看呢，这就是一个什么太极？你注意看，从这边讲，这是一个太极，有没有？所以这里呢是什么？草木，这边呢也是要草木，这样才能调和，啊，调和它的气啊。好，那夫妻才会恩爱。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？因为他的夫妻是属于什么？一个东命，一个西命，啊，所以才要那么麻烦。啊，大门的气永远影响的是他的天台。大门和天台这两个气啊，是共同的一个地方来的。大门的啊，大门的气是呼出的，那个天台的气是吸进的，大门的气是呼出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这两个进出气很重要啊。还有这里，这个呢，就是他的睡觉的位置啊，他睡觉的位置。这种形状的都是属金的，看到吗？这种形状都是属金的。那么这个紫色呢是相克的，是不可以的，所以他们在设计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要改一下了。那这个呢是属木的，长形这个是属木的，所以比如老公是属水的，老婆属火的，未干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水和火中间你要用木，就要用这种这个长形的啊，就是老公是水，老婆是火，中间用木，叫水生木，木生火，那就合了，明白吗？老公是火，老婆是金，是相克的，那你中间要用土，叫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那就不没有相克了，知道吗？嗯，好，这种叫通气，这个大家要慢慢学啊。好，这个呢，它的主人房怎么样？对冲，那个门有对冲，主人房的门尽量不要跟孩子的门呢对冲啊，要不然呢会有口角，孩子不干，该干不干啊，尽量的不要。OK， 那如果有这样的对冲怎么办呢？那跟孩子讲话，孩子跟母亲、父母讲话就客气一点呢，是一个警惕嘛，好像叫你 slow down。对不对？我们驾车的时候嘛，啊，那边有一个 slow down 嘛，这样的意思嘛。所以就是你跟孩子讲话啊，你如果忘记，你就插一个旗子在那边叫 talk slowly， 那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风水是不是告诉我们什么都是要放八卦什么？不是 啊，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啊，我们就要看他八字啊，看八字，哎，这个孩子还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应该睡在对冲的。啊，我们就要看跟母亲比较合的，我们会叫他，哎，你睡这个对冲的房间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啊，会比较合一些，然后对冲也不会冲到怎么样。如果这个孩子跟父母已经是对冲了，你还给他睡这个，那就麻烦了啊，那就非常麻烦了。 OK， 好，来，这是从上看下了，啊，比较容易看。好，大家看到吗？四四方方的啊，主人房尽量选择四方，代表恩爱啊。有些主人房的怪形状的嘞，很怪形状的啊，那个呢住了呢越久就越没有话说，越来越没嘢讲。这个呢就是生意的，注意啊，哎，它有一点打斜的啊，你看大家看这里是不是它的门啊，没有对冲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对冲的啊，这种不算对冲了啊，不算对冲，如果直接的就算是对冲。好啊，越看越漂亮了啊。哎，这个是每个人所担心的，就是卫生间，是不是卫生间和这个床啊对冲，是不是对冲？盖门关住，不管卫生间有没有对冲，卫生间的门永远要关住的，永远都要关住的，而且一定要放昆凌珠，一定要放的昆凌珠啊，昆凌珠搬家还可以拿去，
不用换的啊、哦，不用换的。但是比如说你站在这里，昆凌珠就要放哪里？要放马桶这边的后面啊，它不可以让人家看到。如果是站在这里呢，昆凌珠就要放在这里，不可以看到啊。就是我站在你的 toilet 看不到昆凌珠是最好的啊。嗯，好，那么这个算不算房中房？千万不要在主人房里面再做一个房，那叫房中房，养小妾的啊。要做呢小心一点，不要被抓，你的太太千万不要来听讲座啊。那么这些呢，诶，为什么又放卡贝啦？奇怪，你看啊，为什么放卡贝？是不是因为美丽呢？不是，因为这个是冬命嘛，是吧？然后睡在西的，我们就叫他放卡贝啊。那么这个通常啊，最好呢一个东一个西就放童话比较好，童话 copper art 啊比较好。那么餐厅，在餐厅啊坐的这个位置啊一定要分的，主人坐哪里，老婆坐哪里，老大坐哪里，老二坐哪里啊，一定要分的啊，分好他的位置，他坐吃饭都比较好，比较健康。 OK，好，主人房，啊，这个是不应该挂的啊，不应该这样挂，应该挂在对面啊，应该挂在对面的，起身就要看到，懂吗？啊，起身，哎，就可以看到啊，但你要 confirm 起身看到的是跟他是一样的啊，你不要挂错啊，挂错你麻烦了啊，啊，你看是不是很好看啊，很好看，但旁边两个灯。啊，又是白的，你看，啊，然后这边又放香，是吧？又放水果，两个人清明就躺在这边，呵呵啊，你们有时候你们的灯选的不要选的太像了，啊，有些人他喜欢听佛睡觉啊，他旁边又阿弥陀佛，是吧？是不是很像啊？然后呢，你的朋友来的时候呢，啊，又从这边走。走到这边瞻仰仪容啊，哈哈，越抬就越刺啊，真系，哎呀，点算呢？好，那讲风论水，风情很重要。我们站在客厅，当我们站在客厅的时候啊，这个有天台就站天台啊，没有天台就站在那个窗口的地方，看你的左边。啊，比如你看你的左边是看到这个，然后再看你的右边，你看你的右边也是看到这样，好风水，左边和右边的高度一样，你这一间是好到极好 very good 啊，很好。如果左边比较高和右边比较低，那叫青龙胜白虎衰，青龙白虎一定要平等。最好的啊，如果比如说青龙高，对不对？老公事业啊比较好，能往高爬，但坐不久。为什么？看不远，高了你还能看远呢、啊？那十米八九啊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？这样看得远吗？哦、很远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边呢，也看得很远呐、啊。那夫妻就不要再做家庭主妇了，就应该去外面拼了。啊，老公拿围巾，老婆拿丝袜，啊，再拿一把枪解决，选一个银行就解决了，是不是、啊？所以很顺啊。子女是中间，啊。青龙是左边，左青龙嘛，白虎是右边，子女立中间，中间看得远，你的子女的前途无量，无限量的前途，但是要看得很远，你近视就不要讲，你近视是你自己看不远啊，懵懵哎，是吧？这样子的话，她的老公，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左边嘛，她老公的前途无可限量。不可能会找不到工作的，
他的事啊，他是找什么工作啊，每次跟同事不合啊，那是他的性格的问题了，那不是家的风水的问题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有些人呢，他不知道是疏忽了这一点。那么我们的房间的窗口能不能看远？能看远，好房间。能看远的都是好房间。那看到那个停车场呢，那就比较扣分了啊。不过看到停车场适合什么样的工作，记三班的那种 very good 啊，会升级啊啊。所以还儿子的房间一定要亮，女儿的房间看不到手指都可以暗，对女孩子有帮助的。女孩子如果她的房间暗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？乖听话，不会乱来啊，不会先上车后补票啊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你们都好像有经验啊。那个儿子的呢，要光明，要亮啊，早上。但是你要看，你要开那个窗帘啊，你关窗帘但是暗嘛，是 original 的啊，亮。所以我每次都问我的助理，哪一个比较亮？那、啊、这个给男的，但是他冬命啊，这个西的不适合。他能够破解你的什么东什么西的都能破，只要是亮的给男的啊。那么这个女孩子呢暗一点呢是最好的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厨房，厨房不可以亮过客厅。厨房如果很亮很旺很美，比客厅啊还要好看。那客厅很暗啊，久而久之你的老婆以后就做主了啊，就叫你来买菜啊，洗碗啊，就变家暴啊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客厅，客厅看出去能够看到这么好的这个风景啊，哇，那确实不得了。新加坡这样子就是好风景啊，中国不是，中国真是风景，真是风景啊，那风景真是好啊，这看出去的时候呢，哇，很舒服。新加坡或者是全世界、啊、最好的这个方向啊，不是南北，不是南北，而是我们的窗口全都朝东南，那是最好的方向。为什么呢？东南他们冬天的时候啊，吹来的风啊很舒服，不会说啊，夏天的时候啊吹来的风很舒服，不会说很闷热。东南，所以千金难买东南楼啊，东南方向最好啊，很温顺，它的风很温顺。如果你的家是窗口朝北的啊，主要的那个大窗是朝北的，它吹来的风，你的鼻子一定每次一定的每次都是这样的寒嘛，那寒气嘛啊。所以古代的皇帝是坐北向南啊，这个风空气春夏秋冬都是不会有问题。所以很少皇帝没有看过的坐在那边重金瓶就没有的，都是很舒服的，很舒服的啊。所以风景，那么看到这些可以吗？这些店面啊或者家，如果看到这样子的可以啊，也是可以。但是如果你看到的很多商店是利于做生意的人，你做生意的话就比较好一点点。如果我们看下去是商店 shopping center 啊，这个一看就知道不是新加坡了，是吧？但是诶，我们看到很多 shopping 啊，是吧？所以乌节路为什么是旺地啊，是给那些做生意的人，是旺地，很多人打工的做工的啊，住在乌节路住不久就不能住了，住不了了啊，住不了，除非你是很高职位的 GM 啊这些。所以你们要买的屋子旁边到底是什么啊，一定要有人买卖。虽然我们不是做生意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也要有买卖，那是商地，商行商，那个这个做生意的意思，商人的。另外呢，一定要有一些这个草地，不能完完全全就是主屋，不可以，要有一点草地啊。
这是很重要的。这两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啊，全世界只有新加坡做到，他真的很在意这些地方，虽然没有办法给你们太多，但是也是有一点点一点点，真的他真的做到这一点了，做到这一点了啊。所以要有地，又要有山啊，又要有吃的，熟食中心什么都有，那是最好。不过我建议大家，你们家的楼下尽量不要是超市，懂吗？你们家的楼下不要买卖啊，高逼点啊，啊，尽量不要啦，啊，要不然你们楼上的人呢，很难出人头地的，啊，因为他养着地气嘛，钱是属金的，啊，那么他们在楼下做生意的是属土的，土生金，土生金都被人家挖光了。是不是、啊、人家难得来买东西，是不是进钱呢、啊、然后晚上呢收了之后呢然后拿出去了啊，所以这边进那边出，这边进那边出，你们很楼上的很难存到钱的，好像 interchange 啊 interchange 那个车站啊，或者是我们不都 reservoir 我们大巴窑，是不是有一些是楼下是商店，楼上是住家，对不对？你看楼上的人很少发达的，很少，也很不容易发达。通常呢，发达的命啊，他们赚了钱之后呢，或者是毕了业什么了，他是发达的命，他住不久，他就要离开这个家。所以家的楼下不要是买卖的。妈妈 shop 嘞，妈妈 shop 可以，妈妈 shop 那个小小的标签啊。还有我们的家楼上下面尽量不要是政府机构，比如家在楼上是吧，楼下是警察局。那就不好，那就不好啊！记住，还有家住楼上，楼下是那个电的电房，在楼上你住家，楼下是电房，那就不好。最高的呢，上面不要水桶，你在这里13楼最高，对不对？14楼是水桶，你住这里那就不好，压住你，官帽盖顶，那不好，明白吗？会吗？啊？不用紧，离远，一楼二楼的那个甲栏，吃力叫甲栏，吃六叫甲栏，啊，那你可以去二楼，然后这样，啊，好，啊，如果你可以朝到这样啊，漂亮啊，这是很漂亮的一件，啊 ，very nice， 啊，然后大家要注意哦，啊。这个啊，如果能想象得到吗？想象得到吗？啊，你这边用手掌跟它盖起来，然后这边用手掌跟它盖起来，你会看到什么？啊 ，Number one 啊 ，First 啊，啊，这个屋子是吧？一栋的啊，那种屋子就不要住。屋子最不好的就是土地啊啊，地地的啊，这不好，非常不好啊啊！所以这个读音啊，这一个单单一个音啊，如果单单一个女孩子呢，是搞不出孩子的啊，搞不出什么东西的。那单单一个男孩子呢，也生不出什么宝物的。所以要阴阳调和，所以这种屋子啊，在新加坡有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哪里啊，要不然要吃官司的，是吧？不可以说哪里啊，所以这样子叫六神无主。所以我们的沙发，你坐着啊，后面还可以有人呐、啊，那就不好了，那就不好了，还后面还可以有人走出来，那就不好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一定要一坐下去就是一眼望八方，啊，那种是最好的。明白吗？这个view是非常好的一个，但是他看的高了，但前面的高遮住了他，啊，遮住后面的远，什么意思？前面的高遮住了后面的远，所以适合出国，前面的高遮住后面的啊，所以他要攀越，适合那些运输的人。做生意、做运输的、做进出口的，那很好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前面的那个 distance
那个阔度，可以在新加坡做生意，明白吗？但是如果这个是出国做生意的话呢，可以吗？最好是有进有出，不要一直在国外的，啊，要会看这个风景，哦，那不就不得了喽，是吧？朝这个啊，有水，有什么什么塔，什么鬼东西都有，啊，很好，很舒服啊。如果有这样子的，啊，嗯。不得了啊，有这样是不得了了，你看啊，那边还有一个人要跳下去了，你看啊，以前不都 reservoir 就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水啊，但是一直很多人去跳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跳跳跳，吃饱就跳啊，而且一年呢一定要送几个下去的，是吧？久而久之了啊，我在那边了之后呢，发现到有这些问题之后啊，在那边做了一些东西啊，那么放了一个大罗盘，那么镇住啊，一年两年，以前是一年最少要有一个去供养他们的啊，慢慢就一年没有了啊，那慢慢就两年没有，慢慢就三年没有，那就一直这样子慢慢耗下去了。所以我们的风水的罗盘是镇住什么？镇住四面八方这些啊，不要让他们啊，但是那些已经跳下去的呢啊，一定要把他们超度，一定要超度他们。你知道我们不是给你们那个五色米吗？你只要丢一点点五色米在那个水啊，丢一点点在水，那些就能吃得饱啊。那么如果你再加一点念一点经往生咒这些的话呢，再丢，那么他们不但吃得饱，还能够投胎，但不可以往生啊。自杀的人是不可以往生的啊，不可以往生，他一定要有这个替，有这个什么替死鬼啊，他才能够往生啊，才能够做人。那么自杀的人开始，他如果一旦能做的就是投胎，他不可以第一次不可以投胎做人的，要500次才能够做人。他可能去做那些猪啊或者做老鼠啊，那做猪做老鼠都不错的了，给人家杀死啊，对吧？啊，都不错了。最怕他做乌龟啊，乌龟就哇很久啊，活很久啊，这样的风景。是不是啊？都是好风景啊！这种在上海啊、北京啊，大家有没有去过上海？要去上海真的是啊，新加坡也有，也不是没有，也是有的，也是有的。嗯，好，这个就好像我们的家楼下这样看下来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我们的家楼上，因为这个一看就知道不高嘛，好，看起来是别人的这样的屋子，所以屋子。不要有阻挡，那就很好了。尽量不要有阻挡，风景不要有阻挡。大门看出去一定是门，要不然就是电梯啊，要不然是墙壁啊，是吧？那个没有什么的，最重要就是你们的那个 balcony 天台啊，天台这些都不得了，是吧？楼上18楼脱衣服了就可以蹦跳下去。很漂亮啊，这种就是度假村的感觉。哎，这个就不是 baby good 了啊，这就是不好啊。有这样的情况，嗯，他如果有发臭那就不好，没有发臭没事，有发臭的话呢，那发臭你们也可以 complain 的啊， complain 然后叫他们去打扫一下，可以的可以的，如果太肮脏的话啊。嗯，有些人的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游泳池啊，有些人的家会有。好，这些大家都看到了啊。好，文昌，我们叫嗯。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外墙很好，不过我们的家前面是一个垃圾槽或者是一个庙，怎么起？那就扣分了。嗯，那就是外啊、外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尽量的不要在我们就建议说家人尽量不要做家庭主妇，靠近我们的不好的话。啊，外面好的话，我们尽量往外发展，尽量在外面做。那么，如果里面有一些，那比如说母亲啊、父母啊生病啊，要我们养的话，哈、啊，就是家里面不是全部的人都出去，还是有人在的话，那肯定很糟，因为近的是垃圾槽，远的才是风景好。所以在家一直待着的人，他的病不可能好的很快，或者是会一直拖病。
肾病啊这些啊会一直拖，所以我们的前面啊，我们的前面一定也要不错，后面也要漂亮，这样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厨房，厨房不需要说很美，没有挡就 OK 啦，厨房不用说很美啊，厨房尽量不要看到人家的内衣内裤，尽量啦，看到也没有办法啦，你也不可以烧掉它啊，看到他也要穿是吧，没有穿像话吗？好，那么出生日的天干如果是甲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其他的师傅呢是不泄露的啊，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瞒的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，要抄下来的啊。出生的日天干在甲，在甲，他个人的文昌位啊就在巳，也就是指南啊，指南针啊，这个指南针的这个度数啊一定要在东南，也就是144还有157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的命是不是甲啊？我是甲命出生的啊，甲年啊，甲日，好，那是144到157，巳就是东南这个位置，这位置，对，这位置就是叫东南，东南方啊，东南方，所以它这个位置呢就是东南方，尽量放多一点书本啊这些，明白吗？看到吗？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哦。然后命总共啊有十种啊，这个天干总共有十种，分析出来有60种。那么这个呢是出生的日呢是乙木的人，